主料：咸猪腿肉400克，黄豆200克。辅料：料酒、姜、葱、桂皮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食材：黄豆洗净，浸泡半天；咸猪腿肉洗净，浸半天，去掉一些咸味。把咸猪腿肉放入开水焯一下，捞出，取自动烹饪锅，放下姜、葱、桂皮，放下黄豆，放下咸猪腿肉，加料酒，加焯过锅内食物的清水，按牛肉键开始烹调，约80分钟，煮至60分钟，把咸肉翻一下再继续煮，煮熟，打开锅盖，把咸肉捞出，凉凉，切片装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浸咸肉的时间根据肉的咸度而定；二、也可以多倒些水，做成咸肉黄豆汤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